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就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进展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浙江的白衣天使们这几天主动起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专家提示现在啊可以这么说新型冠状病毒是肯定的有人传人的现象新的因素大概有将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那么还有将近900万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我呢非常关注这个武汉的感染以及全国各个省的感染情况如果其他的省没有控制了也像武汉那样蔓延那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损失会很惨重截至目前30个省区市已经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疫情防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武汉已经采取了非常举措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思想准备还不是很高我觉得的确是这里的病人比我们想象当中要重我觉得其需要克服的困难点是人员不够昨天是除夕来自全国各地及军队方面的医疗连夜奔赴武汉我再说一遍我要求你们64个人一个也不能少再一归来海鲜归来让我们有信心就像我们去攒一场大考出题的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去答题让你少难受一些给你好的快给我出去早一点你说一辈子我为了啥我说我是第一次觉得我们医护人员很伟大孩子还小孩子才3岁懵懵懂懂所以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我能派个火箭把你接回来吗我作为一个生产信息啊抗击疫情期间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去满足市场需求每天有1000多人在雷云山这个工地上工作根本没有基建狂魔也没有什么超人就都是这些普普通通老百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聚在一起不想成功也不想成为网红我们只想知道我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把这场疫情控制下来只要把这个疫情控制我们别只是一泻天下我要求你们64个人一个也不能少让我有信心在全国各地还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在向武汉汇聚而我们的话真的只能做自己最微薄的一点点力量而已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能战胜这场战役今天是大年30我们在同济医院祝大家春节快乐武汉加油他们太不容易了武汉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大家全国放心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武汉人民一定赢加油加油你说到底武汉加油